腾讯娱乐一线，作者三合剧台湾媒体报道。美国导演工会今天公布，李安将成为今年的荣誉奖得主。不过李安目前正在纽约忙着新片《双子杀手》的后期工作。助理李良沙透露，他们是在消息发布前一天得知这件事的。导演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，他现在正专心剪接。李良沙还透露，李安除了忙新片，也挂心着金马奖主席的事情，他几乎要早一点回去。李安曾凭断背山获得美国导演工会最佳导演奖，凭借理智与情感、卧虎藏龙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三次获提名，凭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。据悉，今年美国导演工会将授予导演李安、福克斯探照灯主席 Nancy Attley 服装设计师 Ken Rose 荣誉奖，颁奖典礼将于10月18日举行。此奖主要表彰通过电影、电视为美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团体和机构，涉及到商业、政府、劳动等方方面面。The E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